280块。我觉得220。本期节目由换毛季来临，好味鞋子换毛膏送给你赞助播出。最近正是季节交替的换毛季，猫咪已经会开始吐毛了啦。从4月1号到4月30号呢，只要在我们好味官网下单满1200，就会送鞋子换毛膏一罐给你哦。赶快去资讯栏里面看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。大姐小段。好，今天是我们陈川的买文具不看价格发表会第一次成果发表会。接下来发表的呢，是我们2024年1月至3月的，其实目前为止的一个精选集。哦，一年会有4次。这次主题主打一个实用，主打一个物超所值。第一个是这个阿拉卡鲁饼干便签罐。啊，一个字我听不懂。阿拉卡鲁是牌子的名字。饼干，饼干就是这个饼干铁盒的形式，长得很像我们喜饼会有的那种饼干铁盒，有没有？哦，是这个盒子。对对对，这个饼干。便签罐，所以它是长得像便条纸的饼干，还是长得像饼干的便条纸？长得像饼干的便条纸。哦，是便，是便条纸，但不只是便条纸。有没有？里面也像饼干一样，就用这个纸把它包起来，体验是完整的。嘿，里面有4种饼干造型的便签。社长原话说：“是不是很可爱？”盒子里面就有4种可以替换哎 ，CP 值超高。你今天心情怎么样？你可以用不同个。什么是便签呢？就是普通的纸上面可以写字啊，它也不能粘，不能粘，甚至不是便利贴吗？它就是一个卡纸，但是很可爱啊！你看，你看。可爱死了，后面还有花边。它就这样，就是一个饼干，然后卡纸，就这张纸这样子。对，你就是可以随心情，然后记录下你想要说的话，然后放在你朋友的桌上，或者是贴在你的电脑上啊。另外拿纸胶带贴。打开的时候就像是看到很多漂亮甜点一样的开心。你要开心，那你不如吃饼干。啊，我知道，你要在背面写说下班前把专案交给我，然后放在桌上，然后哦，有人请我吃饼干，就拿起来发现是额外的工作。它底下还有垫那个2层泡棉，就跟真的饼干一样。而且它是一个就是很会画甜点的插画家画的，是不是？你不觉得这甜点被他画的看起来特别的可口？你看它的体验是完整的，有饼干，有包饼干的油纸，有泡泡纸，有铁盒，然后还有一张糖果的那个口味说明书。它是体验是完整的。糖果的口味说明？对呀、啊，体验很完整。真的是糖果的口味说明书。我们要进入一个猜价钱的环节了吗？应该是用饼干的价格，还是用便利贴的价格？小小的提示，我觉得是饼干。是饼干。280块。我觉得大概220。你们是用饼干价格去估算吗？装里面只有4块。这个要代购啦，所以会稍微贵一点点。嗯，280。哇！220块是一个。你看我们社长买的东西是不是很划算？有4种哎，里面有100张，这样一张才8块哎。就这个。哎，你刚把8块丢掉了。这么说起来，这可以传递。满分。六分，我就是觉得它从头到尾都很好用啊，里面东西会用完之外，你这个铁盒还可以留起来装很多印章。我活了30几年了，我没有看过便签，这是我今天第一次见到。哎，很不懂欣赏。嘿，风口玉子的角色印章，它是一个外星人啊，它主打的是一个复制的概念，所以它就出了 A 到 Z 每个英文字母。哦、都长这样，都长这样，都长这样，就是他肚子上的英文字会不一样。周边天才，大一开始他就长得削爆你。他这个有卖整组的，他整组就附一个很漂亮的盒子。据我们社长所说，他只买得起1只。哦，哦哟，它下面是一个很华丽的一个 M 号哎，没错。好精致哦 ，My God！ 嘿、hey, ，其实它的线条什么都是很精致的，有没有？哎，它主打是每一个英文字的花边都不一样，每一只都值得收藏起来变成一套。他买不起，他怎么可能买不起？680吧，680、690，没有那么贵，这个大概500块。啊，它一组连盒子13000，13000怎么买不起？买不起。可以吧？可以啊，可以。
咬，还咬，他用牌了，太小看自己了，真的是40分，哎呦，差不多。我觉得是因为你刚刚一讲说是它多贵多贵买不起，那我们也是把它那个价格估高了，然后现在觉得说比我想象中还好，而且盖出来效果是真的蛮好的。我觉得他们做的印章都很精致。再来这个接创明的手杖拉链包，哦，上面有一只很魔性的猫哎。这个呢是用来放手杖的一个皮套的感觉，然后它做拉链包的形式，所以就是看起来会很高级。里面就会有一本它的手杖，就是这个带出门当半个皮夹用。它 CP 值最高的地方在它打对折的时候买的，打对折嘞，超划算的。你们买这些东西是有办法买到便宜的？有啊，不是只会垫那个加购费用放代购再代购。它原价也是一个略高，所以只能在它打折的时候买。打到五折是卖不好？不是不是，那2024年已经开始了，所以你现在才买。Oh. 对。1490，打折过1490。我觉得差不多是个1200左右。打折后3075。3075乘以多少？算不出来，数字太大了。所以6150，这一年都还没开始，就把钱都花完。我之前买那个，现在买那个刺绣五年帐也要1000多块啊。那可以写五年哦。就你手杖，你把里面换掉，可以用很多年啊。你这个刺绣就一定是消耗品哦，这个是不会啦。等级什么，至少是明年不会再换一本啊，骗我嘞。有道理。3分。我觉得我们这个评价会一直受到你的那个话语的影响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对，刚刚那阁下说，嘎，买不起，超级贵，出来说，好像这还好。这你说，嘎，大对折，超划算，3000多啊！那个一组10000多哎，价值观混乱。你买一件好一点的外套也超过这个价钱，还是可以保暖，是不是？你知道，装在一个漂亮的衣服里面，你的文字就会很有温度。那把文字放在烤箱里面，3000块可以买一个不错的烤箱。我觉得不能再给我们太多这种期待上的落差啊，影响我们对它的那个价值的判断，哎，评价的公正性。哇，这个也好贵哦。你现在又你又在那边聊视频。卡日付章，这个是邮局在用的，99在卖，邮戳，它是盖日期用的。对对对，你在写日记啊，或者写手账的时候，你不是都会写今天几月几号？不是写发票的时候。不是，好，是一个造型简单典雅的日期章，植物跟蝴蝶的一个，所以是农会用的章。不是农会，他说这个呢，你要用的时候要先把它，抽出来，然后在那边调整日期。就是盖发票那个章啊？不是，这种东西可以放在发票这种俗气的东西上面吗？所以一定要是放在你日记上啊。就是，就是它一模一样啊，就是上面这个换了一下嘛，银行的就换银行的，农会就农会，教务处就换教务处啊。这个每天都会用到哎。对啊，教务处就是每天都会用到。那我来盖我们的日期。我是不是盖坏了？它盖起来本来就不长。它盖起来就是没有那个 N 那么精致，对不对？但是日期是准的啦。日期要怎么不准？日期很清楚。对，还是机会。喂，有这么难吗？就这样子。差不多。确实，它的极限就在这里。哎啊，怎么说呢？就是破破的。但是也没有办法，毕竟49元。49元？啊，不对，他那个橡皮是定制的，149元。250吧。再给你代购费用乘以2，298。确实是代购。1470。1470。2分。你也没有高到哪去嘛。我没有用日付上的需求啊，我没有在写日记，我日记都写超过5天啊。他是每天真的都会写日记的人。你们社长比较认真在使用这个东西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就其实他的一些设计的细节跟做工是比文具店在卖的还要精致不少。对呀。
它这个印出来的效果，我觉得没有其他印章这么精致、没有像这个 M 这个这样。它要是那个盖出来再华丽或者再繁复一些，但这个创作者的风格就是简约啊，有没有蝴蝶细细的线？不，你也觉得没有印清楚吗？确实。这个赏味期限只九代，然后还可以写冷藏冷冻，主打一个实用。好，你要写的时候呢，就把它贴好，然后写一个2024/3/4/3，草莓冷藏。那想必一定是为了要造福社会，让大家都用得起，79元。只要带250起跳吗？对哦，这是只要带。我知道，你可以做手账的时候贴。就是你的心情小雨的守卫期限是3天。什么东西？你自己在说什么？今日的忧郁，然后把它冷藏。那就贵了，我想起来，只要带390，250，220。哦，我新来的，我新来的。6分吧。4分。哦，你6分哎，我也6分哎、啊，但我觉得其实应该蛮实用的。比如说有些洋芋片，我不知道开了多久，贴、一下，贴一下，还可以把那个包装那个固定一下。好，天空之城饰品碟，平常在替换的一些戒指啊、项链就可以放在这里，让它整个质感提升。然后听这个咔啦咔啦的声音，重点是它是天空之城，这不是墓碑哦，纪念碑。怎么会？1990到2024。哇，这几类吉普力啊，1280/3540，对，我觉得应该差不多这个价钱。1290，哦，你真的好蠢，以及好懂吉普力啊！我买太多了，你怎么懂吉普力？见多了，哇，你好蠢啊！多了，好多了，10块钱而已，2分。太像墓碑，然后对饰品碟来说，我觉得定位了。可是饰品碟不就是要放在化妆桌上面，成为风景的一角吗？它只差没有刻仅此纪念穆斯卡上校。可以再来这个日本 Sunstar 清洁车。清洁车就是它会帮你把你的那个橡皮擦屑屑清掉。清橡皮擦屑屑，对对对，好可爱。清橡皮擦屑，清橡皮擦屑，但它比橡皮擦还要大颗。这个就算不清橡皮擦屑，你光是在这里玩也很疗愈哎，它好可爱哦！你看它眼神。好，现在来试用一下这个橡皮擦收集机哦，先写一些字。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橡皮擦屑。对对对，我们需要制造一些橡皮擦屑。很久没有看到了。你知道。你知道？不知道好吗？其实我，啊、我会说，我会说，真的是。那些橡皮擦屑都象征着你少女的情愫，要把它烧起来。哦，干净哎！哎呦，哎，你这个小猫猫不得了哎！哎呦，不得不说，蛮疗愈的哎。哎呦，我然后把这个打开，橡皮擦屑就全部在这边。把我的少女情怀都倒掉。都不说它扫起来那个效果是不错的啊，一扫过去很干净的感觉，非常的疗愈。啊，这个清洁小妹妹，你猜？220。我觉得它应该是面向什么日本小朋友？对嘛，小朋友买的，大概500日元以内，差不多的感觉。我就是在250左右，200块左右，是没有差太多啦，350。6分吧，整个做工质感不错，造型也很可爱，对啊，然后烧起来的效果也是有，就是有点贵吗？就是有点贵。就是如果你要写那个席字布，有时候你擦那个橡皮擦屑，要把它剥掉的时候，就把旁边的字弄糊，就这个应该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，应该是实用。OK， 谁在写席字布？小学生啊，350块可以买几支那个0.38笔啊？可以买10支哎。自制烫金笔，烫金，对，它就是你写卡片，或是写那个信封最上面，有时候写名字的时候，就是自己自制一个烫金感。自制一个烫金。首先呢，你需要一支胶水笔、烫金纸，把两个搭在一起使用。我们要先剪一段你要的长度的烫金纸下来，先剪一段下来，想好你要写什么名字。恭喜发财。我怕我写不下，不然我写发财。你写发财哦。发。哦，它会有个淡淡的蓝色。对，财。好，写好。好，快，把你的烫金纸贴上去，贴上去。哎
稍微等个5到10秒，接下来就要把它轻轻的扯下来。发财哦，恐惊的鸟。好，我们来猜一下，烫金鼻祖应用度也很广泛，在路边文具店就可以买得到之类的啊。是就是应该要走进大街小巷的文具店里啊。那这个是代购的，这不是文具店买的，这是代购的。这样一组多少钱？500元日币，加上代购的价格450，加上代购费450。哦，直接给一倍。这个一支79啊，这个120，200，赚多一点，280。那、啊、你说一组450，一组600，六百，这个一个240，这个300，600，不然你们真的叫人家去烫金了。可是体验很有趣啊。4分好了。确实是很有新意，效果也好，这种笔呀、啊、什么的，各种不同的墨水啊，已经被玩到感觉什么都玩过，但是现在又出现新的东西，我觉得蛮厉害的这样子，对啊，是蛮好玩的。但实际使用上到底用在哪里？一点，我个人是觉得蛮有趣的啦，我觉得他这组买的蛮值得的。好，以上就是这个第一届买文具不看价格同好会。成果发表会确实没错，没有违背这个社团的本质。有一些也比你们猜的便宜一点啊。哦，主题是什么？实用是不是？对啊，主打一个物超所值。啊，又发现居然拿一个根本就是被诈骗了。我觉得这个日记本吧，半价买的哎，实在是太贵了。哦，你觉得他是先把价格拉上去，再把它打下来？那你觉得物超所值的嘞？我觉得是这个赏味期限纸胶带，挑一个价格最便宜的。你要什么？你什么东西会需要写赏味期限？洋芋片啊，基本上把它贴起来，然后上面写有什么时候拆开的。就一段的价格，可能比那包洋芋片要高。还有，可以用很多次啦。那有个40-50张吧，就硬要我挑哎，不然那我要挑便签吗？什么东西？好，那猜出来哪一个？你当初看到价格的时候，心里其实吓到一下。我觉得可能是，果然没错，看起来确实就像是邮局在用的，而且我本人是没有盖日期的需求啦，所以我可能不会买，而且它真的很贵。好吧，看哪一个人觉得说，哎，我操，这个半价买的，哎，太划算的，哎，看折数，看折数，不看价钱，不，我们不是看折数，我们看打掉多少钱，打折折了3000块，你不买，现赚3000，对啊，现赚3000，哎，不买有赚，哎。我觉得就是我会现在卖饼干的，儿子做太多了，他已经没有招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也不会做便利贴，他只会去印一些纸刊在里面。到底谁用便签？到底？你不懂那个收到甜点的喜悦。然后划算，物超所值，包不错。哦，我也觉得不错。你们干嘛嫌人家贵？对，但是它是一个你会有办法把玩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没办法把玩。这我不能就试乱印，对。啊，这个铁盘哦，人家受伤。啊，这个你就是肚子原本就会存很多橡皮擦屑。嗯。你就每天早上这样打开，然后撒在桌上。然后再把它清洗，你把它撒在桌上，把它撒在桌上。啊，对，然后是这样。把它清洗。对对，更疗愈啊。好，这是我们这个目前阶段性的成果。对，我这是第一季的。我个人觉得会越来越好，虽然我对这一季的表现也非常满意，除了这一季以外，其他我都觉得很值得买。嗯。推荐给大家，那就到这边，打个拜，打个拜。本期节目由幻魔巨来临好味鲜食幻魔糕送给你赞助播出。每年春秋两季的时候呢，正值季节交替，所以猫咪们这个时候呢，也会换毛来适应天气的变化。那这个时候，爱洗澡的猫咪们就很容易舔进过量的猫毛，尤其像我们家 Deco 这么爱帮妹妹洗澡，所以很容易不小心就会有吐毛的反应，就很不舒服。这个时候就很适合来给猫咪一点化毛的产品哦。那我们鲜食化毛膏呢，是不添加矿物油，只用天然的食材去促进消化，温和化毛。没错，我来念一段我今天早上发文发自内心的一段真实感言。明目张胆的看稿。可是我们化毛膏呢，定价真的很高。没错，尤其现在啊，猫开始换毛吐毛，半夜的时候呢都被猫吐毛声音吓醒。哦，猫奴都知道。对，它开始，这时候
就起来看说到底是谁，然后不知道吐在什么地方。但有时候有人在烘衣服的时候，零钱没有掏出来，对，那个零钱在烘衣机里面咔咔的声音也很像猫在吐的声音，搞得我一整天都很焦虑。所以这个时候帮猫咪补充一点化毛膏，就可以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比较安稳。所以为了应大家这个需求呢，我们今天来办一个限时化毛膏送给你的活动。那现在只要在好味官网下单满1200元，限时化毛膏就直接送给大家。那如果你刚好呢原本就要买主食罐啊或是零食的话，是一个补货的好时机。没错，那详细的信息呢我们放在资讯里面，大家一定要点开看看哦。干嘛你又被抽走？你又被抽走？很漂亮哎，这个没死了，我要问他还有没有在卖。水。